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现在看到的是 CD 系列的第四个视频。我们现在来到了 CD 的机场市场里面，好多人啊，这里多到，哇，真的超级多人，大家看到没有？哇，看到这个比我们去蔚来看到的神泉港而且还要热闹。哇，那边有一条好大的鲨鱼，真的大。先是他们是卖鲍鱼的，而且他们一般都要提前一天预定。这个铁箱里面全部都已经封了那个胶条，已经写了编号，是谁谁谁订的，都已经全部是已经写好了。你说保托要几个算啊？三算，三算。那家叫胡涛啊？那个西涛，西涛，哎，西涛怎么讲？四十九蚊啊！四十九叫叫多啊？啊，是农历啊，是农历。是农历叫叫多啊？是这些身高就对。对啊。再有就再跟啊，五点点。这个问题嘛，大概呢，我来听讲一下。华北跟，这得跟大家讲一下，只要讲三十条，大家看一下现在这个。最好来，如果有兴趣来这边参观一下的话，一定要穿水鞋，不要像我们今天没经验穿的是拖鞋、球鞋，啊，会把鞋子弄湿的。大家看一下这边，起来，好贵好贵的，一斤330鞋慢啊，鼓声鼓声特别好的。今天正式见识了 CD 这个市场的热闹，我现在都不知道我在是哪个方位，在里面逛来逛去的，我不知道是在哪个方位，这边也是那么多人，那边也是那么多人。旁边我家有啊，我在这过呀。啊，前面堵着他，然后他就开始在那里吹吹吹，不要堵着我，这边只能用潮汕话来讲啊。这个是了嚼，那个是菜，普通话不知道怎么说，反正就是蛇类。我刚刚已经看到了青口车白了嚼菜、生蚝啊、紫霞憨。这里小龙虾是有两个品种的，这种是绿色的，青色他们叫车灵，车小灵耶。这种是红色的小龙虾，它的壳是比较红的。龙井的鸡是肥肉吧？肥肉啊？肥肉啊，这个鸡子啦。这个贵啦，应该有贵啦。我们刚刚进去天黑，然后现在出来已经天亮了。大家看到没有？已经天亮了。好神奇的一个 CD 市场，不过很快这边就要拆迁了。拆迁完，这些场面就再也不复存在。大家如果有兴趣，可以趁它现在还没有拆迁。过来这边看一下，真的好有趣的。我先看看未来去哪里做生意，他们这边还没定。反正2021年就在我们这个地方。我们视频就拍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